千万人，无人比你更好。情路上起起落落，只有你照顾。那个地乌流已经假释放出来，你知无？是啊，乌流已经放出来啊，哪会这么紧呢？伊今仔又去甲素兰控啊200万，而且威胁素兰讲要害死咱全家伙啊！你讲是毋是这可？是啊，乌流伊真正甲做出冤代志，所以。我倒是讲叫你去结婚，叫伊哦，以后上好莫乱来。阿伯，到这种代志，应该是交警方处理唔才对。遐若无，我若是真正去找几阿兄弟去拄去乌流，那呢，咱毋是甲乌流同款，也变成乌社会，安尼敢好？今日足忝的，我先起来休困啦。有啥物代志，咱明仔再接着讲，好不好？建龙的行动最近是愈来愈奇怪，每一摆跟我讲话讲无三句话，就找理由来离开我。我的感情是愈来愈成熟了。我不是跟你讲过，叫你别去找素兰的麻烦。我哪有找伊的麻烦啦？我只不过是关心伊，甲伊开讲而已啊。我警告你，你若是要安心过日子，你上好是别去惹是生非。大把种的啊，你莫这样子傲慢，好唔好啦？我是什么时阵在惹是非啦？你爱知影，你是咧替我办代志咧。对即马开始，你敢那会用听我的？若是认为我傲慢，咱会用随禁止合作。你回去过你的私人生活啦。马总啊，有甚物代志，咱好好参详嘛。对哦，刘，咱无甚物好参详的啦。敢那有一句话啦，好好替我办代志。对你的好处，我是绝对袂亏待。好啊，啊，既然你安尼讲啊，我袂咧唔知好歹啊，和你无面子啊。好啦，我答应你，我以后啊尽量莫去惹找素兰的麻烦。是永远拢不准去惹了伊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哎，相哥你是我的财神爷，啊，即摆有钱啊，什么代事都好办，我知影我应该安怎做啊。这几天你有去遐查到高中什么代志无？无啦，呾考高中啊，真个人正细个滴，一尴尬啦，拢关伫个厝内，一脚步都无踏出门啦。你放心啦，伊无啥物可疑个啦。继续甲我调查啦，监视伊个行动，不管怎样，只要有任何个线索，拢会甲我回报。我知，你先等下。
当你以前对我咧讲话，拢按轻声细细，啊，塞来来，塞来去，啊，一句讲啊，无看到，无啥物插我，好啦好啦，英阿妹，我再去来捧场啦，啊。对啦，钱哦，若搁剩较侪哦，对我嘛无啥路用啦。我会去找你哦，因为咱太久无联络的，我会跟你联络啊，啊？对啦，你嘛知影，我甲尤万玲偌忝乎。三个人是共同打拼事业换铁兄弟的，上心未到，尤万年竟然是这种人。那三个兄弟啊做的，不是大兄长的大兄弟，才有礼貌。想未到伊竟然起雄心，不但霸占我的财产，还阁迫使天皇的阿母，你知无？想未到柯国忠甲尤万年的冤仇，这卖上可怜的哦。就是天皇的后生建皇啊，将冤仇人当作大温情人，还阁替你打拼事业。你甲看，亲像这种人，我哪有可能目睭金明看伊向外发外呢？我是来替天皇哦，真打抱不平啊！我来利用这。甲尤万年有冤仇的人，那呢，我第五六要翻身就免惊无惊。有你这么五六去谈话，我唔相信罗建宏袂中计。你真正听到柯国忠安尼讲，千真万确，我亲耳听到，我何必要甲你骗呢？既然是事实，我安尼做嘛是理所当然啦。阿伯，是你先对我无情，都莫怪我对你无义啊！想袂到你甲尤万玲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啊！罗总，啊你即摆出来拍算要安怎？我的代志，你免问遐多啦。我当我是好心好意要甲你斗三工呢。免啦，你只要做好你家己份内的工课就好啊。啊，算我加分。也毋过啊，我要甲你苦劝一句话啦。尤万玲毋是像你想遐好应付的啦。要安怎做，毋免你来甲我教啦。好，安尼我着目睭金金。看你甲我以后的下个同款，啊好啊！你对我发脾气无路用啦！你若真正想要去打败尤万玲啊，你着联合一挂甲尤万玲有冤仇的人啊，集合起这个力量，唔则我当打败尤万玲。共同的冤仇啦！你的意思是讲，就先上柯国忠，甲我拢甲有冤仇啊！只要你若甲我好好合作啊，相信要打败这个尤万玲，敢若倒转着你年羹。建龙，这几天你若还唔作转来呢？公司代志较无闲啦。阿伯，我建龙，你是唔是有啥物代志？阿伯。我想要问你，当当年你为什么会去高丽院找着我？肯出钱照顾我到大汉。建龙啊，我以前不是跟你讲过啊？恁老爸老母拢是阿伯好朋友。当当年是因为意外发生车祸，才来过身去，干那放你一个红红幼幼的囡仔。我会当做的，只有暗中出钱来照顾恁而已。这我知影。只是我一直无了解，为什么我的爸母会出车祸？是意外，也是谋杀。
建龙，你突然间问这個，你是不是在你外面有听人讲起这件代志？我就突然间去想到我的爸母，才会失去元气啦。阿妹，真晏啊，我先起来，你嘛较早休困。建宏突然间来问起到伊爸母的代志，看起来有一挂问题，是暗藏袂掉啊。哼，伊明明是在讲白贼，既然要设计假车祸，害死我爸母，现在阁要假仁假义吃用我，阿爸、阿母，迄个迄个，我一定。会替您报仇。柯董事长，过去你甲我，咱两个会当合作，这是干那有一个目的尔，就是要对付尤万年。啊，但即马，咱已经是无可能阁合作啊。假使讲你若阁未死心，我甲你吼嘛无啥物好讲啊。歹势，我先去陪。小蛋，哈哈，天少，我今日叫你来啊，是要讲互你了解尤万年的真面目。你何必这么早呢？我无想要知影啦，啊，你也免加了工的。只要你回答我，赖天凤这个人，你是不是捌听过？赖天凤，赖天凤这个人，敢毋是伫咧足早以前就过身去啊？我唔对，伊是去日本的，必死。你莫胡白讲好不？莫来乱做是非好无？迄赖天吼，伊是出车祸死的，啊，伊死甲尤万年啥物关系啊？这关系大咯，想袂到这么无人性代志，伊都做会出来，还阁惊人知影。可惜话讲，赖天吼的阿母是出车祸死的，事实上，天吼的阿母是让尤万年逼到走投无路自杀死的。我唔相信啦、啊！你要相信也好，唔相信也好，上重要的是天皇的后生来相信，这介重要。哼！我今日叫你来啦，是要让你知影，尤万年是甚么款的尤民主，你千万唔当让伊的表面甲你骗去。柯董事长，我敢来相信我家己目睭所看的，尤万年伊绝对唔是这种人。搁再讲，啊！你甲我讲这桩代志，你是存什么心？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什么目的？你想要知影是？好，我讲给你了解。即摆天皇的后生来向尤万年报复，尤万年报应的机会已经到。天皇的后生，你讲的人是建宏哦？安怎？你向无去收着看，时机已经到，啊！你甲我讲这個，你敢唔惊讲我去甲万宁啊讲你的阴谋啊？你要来讲，好，欢迎欢迎。万宁啊，是知影以前咱两个人他们对付伊啦，就大事让万宁啊知影。伊若无当场气死，我嘛半条命。讲啊！想袂到讲这件代志已经过很侪年啊，
还有人提这件代志来你恐吓我。万年，你坦白跟我讲，迄天福啊、阿莲、因死是毋是你害的？当然毋是啊，我毋是已经讲过啊，因是意外车意来过身去。敢讲你真正无爱跟我讲出真相？我即马讲的就是真相啦。总讲一句，我对我家己良心会得过。好啦，啊你若无爱讲吼，我嘛无想要阁问你啊啦。我今仔日来是要来提醒你，你爱较注意你身躯边的人。你是讲建宏生？即卖已经有风声传来到我耳边啊，为着你家己好。你就要较注意提防，对你是有好无歹，敢是？彦祥，到底是什么人在想话？你用甲讲。我嘛唔知影，总讲一句吼，不管安怎啦，啊，就是有人要对付你啦。人伫咧讲哦，小心无事本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啦。暗中在对付我的人到底是什么人？敢讲建宏就是听到这谣言，才对我愈来愈轻松。是不是退休万能在调查我底下啊？啊！哼，你不承认也不要紧，我早就料到啊。你好，你也无路用。是啦，也不过我是替人的钱，替人办代志。你甲伊冤枉我，甲我一点仔关系都无啊。好你喂，你个真白色卡。见人讲人话，见鬼讲鬼话。好，我已经答应跟你合作。不要合作。哼，只要我交代你的代志，你给我完成就好，其他你免管。要若这啊，绝对让你真满意。是啊是啊，但有一项啊谈，无人会嫌啊。建宏是我一手给蔡勇带下的，我是不应该怀疑才对。严国教授若是一向利用去，我是要安怎解解释的？当当年这件代志，敢若无几个人知影尔尔。我一世人一直想讲要将这冤仇解化开。想袂到煞有人要将这个冤仇愈舞愈大条，冤冤相报，是要到当时才当解决的。我不是跟你警告过啊，叫你做好你家己份内的工课就好啊。你是安怎搁要死过去生活，你也是非的。当我去时啊，甲考古中斗阵滴的，啊，不是我当日就去困啦，要哪有机会甲别人讲话嘞？我是要安怎做姚是非嘞？那不是你，是安怎尤万宁会知影有人要去对付伊的是风声？哎，啊，你的意思是讲我去遐讲的，啊，我当时也家己出去把家己的嘴闭口，我照做啦，这件代志不是我做的啦。那不是你是最好的，
若无去我查到，这个代志甲你有关系，我头一个都袂放你煞。啊！我想到一个人，无你家己伊都敢放我遮。是啥？柯国忠。你现在要安尼做呢？伊安尼做，对伊家己有啥物好处呢？嘛唔对，这风声是我传出去的。你是安怎要安尼做？安尼对我报仇计划有啥物帮助？我安尼做有我的用意伫个，我的目的啊，就是要孤立伊万灵，和伊万灵身躯个边个人啊，一个一个离开。也毋过，即摆连林先生嘛知影即件代志，敢讲你毋惊伊讲出？这幕后的人是你，建宏啊！我也跟你讲，林先生只不过是我手中一粒棋子尔。我若安那行，伊就安怎行？伊绝对唔敢对尤万年讲出代志的真相。现在你这么有把握？我当然有把握。你该想看卖，这几年来啊，我提资金给林先生开公司。今仔日伊才有这场面呢，我也算起是个温情人。I'll be there.